生事，苦海舟，荡去飘来不自由。被誉为最美周芷若的港星周海媚逝世，享年57岁。微博周海媚工作室今12日表示，海媚姐因病医治无效，于2023年12月11日离开了我们。愿天堂没有疾病，愿来生我们再相识。事实上，周海媚11日遭微博网友爆出离世噩耗，消息立刻登上微博热搜。不过工作人员拒绝回答，也让网友纷纷猜测。继监制好友谭飞出面辟谣后，曾力捧周海媚的香港导演陈勋奇也表明周海媚正在北京治疗，甚至说出周海媚今天还在人世。没想到如今却传出噩耗，让大批粉丝相当不舍。周海媚母亲12日透过工作室发声：亲爱的海媚，希望你到了另一个世界会继续快乐，家人以你为荣。消息传出后，网友不敢置信，纷纷留言表示还是等来了坏消息，可惜了，一路走好。我的天，好突然啊，一路走好，我的女神，愿天堂没有病痛。